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因为我要死。你看我的车门已经凹下去了。哦不，那我要从地下室开上来，然后我不会开。然后车门现在这样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然后我卡在这边动弹不得。啊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？好难开哦。为什么车会变这样子？然后呢？车怎么变这样子？你们谁再敢叫他开车试试看？你看门变这样子。这个是漆啊，这是膜，好像还好吧。这都凹下去了。车门打不开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坏掉了，它变形。我们大概在5万块以内。哦，5万块以内一个车门。放一下五万，我的天哪！还好我保险也是5-6万，因为它应该不用整个换，它只要把它就是板弄出来，然后烤漆就好了。对，除非园长他去进去看，哎，他觉得这块他没办法板，他要换，这样他才会。还好我们是总代理的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个烤漆加这个原厂修不会那么快，就算明天去，因为明礼拜五他也是下礼拜一才会弄好，所以需要一整个礼拜。对，这样子。那原则上，烤漆的时间就是看原厂他们的进车数，他们的车多不多。他们如果多，我们可能就会比较久一点。只是说一般来说的话，可能都3到5天，抓3到5天是比较保险。这样子。3到5天。对，抓3到5天的维修时间我们会比较充裕。那回去的话，接待会跟你说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就是把它处理好这样子。哦，对，因为我原本烤漆是银色的，它会用。对，它会用银色的去跟车身同色去帮我们做处理这样子。那我就3到5天不能开车，坐 Uber。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、对、啊。厂的货。好，现在第二天我来到了这个风月汽车修理厂，就是我们的华哥，就是酷炫的保时捷就在那边在给他修，然后我给就是华哥看一下我车子的状况。不严重还是可以修。真的不严重还是可以修，不用到整个换掉吧？不用。太好了，放下心。尽量帮你保持原厂。是，因为我很怕，就是如果整个车子的门都换的话，将会影响那个中古车架。会，那可是要会有技巧的换就可以不用。哦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给你看一下。这样还可以救，还可以救。你看医生在看病人一样，在看我的病人。再严重一点都没办法。我再大力一点的话，我油门其实没有踩得很快。不是，你太早转弯了。对，你懂。你一定要过这个柱子完以后再转。对，还在坡的时候就转弯。你还没过的时候你就。我就先转了，我就先打方向盘。所以一定都会这样。一定要过这个柱子以后你再开始转。哇。车子才不会那个，那是因为你新手，所以。对。好，这是我的学费。对啊。好讨厌哦，真是的。还有那个啦，这个后照镜的部分。它是先撞到后照镜。它后照镜就锁进去，整个这样子折在里面的，它一开始是这样折在里面。那没关系，因为这个现在欧洲车的电折还蛮用的。要不然你如果以前国产车一折到你就好了。完蛋了。欧洲车还好。宾士是欧洲车，是德国的嘛？我知道。因为我这次坏，这次贵，这次总成要快3万。你说这个要3万？对。我的天哪，这个才被撞坏掉了。3万，这只弄到好就差不多2.7万。吓到，对，心脏无法负荷。酷炫的车在这，因为他之前大街被检举，所以他是来改排气管的，希望可以小声一点。我听到民生社区炸街，皮卡啦屁孩，赶快改一改，改小声一点。哦，我那台宾士车超赞，我的车子几乎没声音，我的车子超安静的，很赞。宾士车就是贵气。谢谢华哥这一个礼拜辛苦了，谢谢你，我真的是欠你很多人情啊。不要这样说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那我今天要带我的宝贝回去了。好。大家看一下他修的，我觉得修的超好的，他不用整个门换，他只要换钣金就好。钣金也没有换，只是把它敲出来而已。它的工真的做得非常的细，然后现在车门已经可以开了，超赞的。而且他说，其实我下面也都有受伤，他都有重新帮我用，然后也有重新烤漆。
是我车子最原始的一色。那因为这个螺丝掉了嘛，整一变成我只有右边的车门是银色，其他地方是蓝色，很好笑。没关系，我这个会分上下集，上集是这件事情，下集我会就是去重新包膜这样子。那大家，我真的要奉劝各位，如果是新手开车或者是买第一台车，一定要保乙式，千万不要只保丙式，想说要省钱，真的不用省这个钱，乙式真的是最好的、最划算的。而且我也是看了九妹的那只卖小牛的影片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车险是有分，比如说你一般的车可能一年是两三万，那如果是双 B 的车就要到五六万，那它的那个是超跑就要到17万这样子。原来就是车险它是依据你的车就是贵不贵来判定的这样子。所以我觉得一年缴个五六万车险是相当值得的，还好我有买乙式这样子。那我也不在乎明年我的车险就是保费会提高几千块，我是无所谓啊，我就觉得就是还好我保车险就是这样子。而且我没有换整个车门，也不会影响我的二手车价，好开心哦、喔、耶、yeah!